中银人寿延期年金计划固定年期全新手机银行投保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安坐家中轻松投保。首先打开你的中银香港手机银行，使用密码、指纹或者面上识别登入，按选单选择保险，跟住选择延期年金计划。看完产品小册子和产品短片后，按进一步了解开始投保。在投保前必须细阅产品小册子，然后开始输入投保的资料。投保所需的资料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选择保单货币、保费缴付方式、保费金额和保单年期，一个版面就可以完成输入。跟住阅读产品说明文件的所有内容，按同意及确认。之后你可以在手机确认相关的销售和投保文件，不需要再用纸张或者真人面对面签署确认，投保过程更加快捷。然后选择你的保费缴付账户和保单递送方式，中银香港手机 APP 已经为你自动预填了投保人资料，你亦无需上载身份证，简单方便。跟住你需要预览和确认投保资料和转保声明，最后记住 click 开七个部分的产品资料概要和相关声明的连结，细阅连结的内容，跟住在方格一剔，表示你已经阅读及明白有关内容。为了方便你在手机阅读，相关内容都是用 mobile friendly 的格式呈现，不需要再放大缩细。细阅各风险及声明后，按埋同意及确认就完成了。是不是很方便呢？轻松简单就完成投保，立即登入手机银行体验。